光啊，人家又没有怎样。来，大声叫出来！不要冷，你是在下面哭啊？你是在下面流泪？可是人家没有给你干嘛哎、欸，他只是把他的手放在你的脚上而已。你现在是在装吗？可是我跟你讲，师傅这没有干嘛，他只是把手放在你的脚上而已。来啊，有种反驳我！这感觉很像只是在拉筋，你不觉得吗？这是在拉筋的人。没有，按摩而已、啊。按摩。嗯。这只是在推拿。平常不是都觉得这种没什么感觉吗？我是在哭。哦，看，哦，大声叫出来哦。啊，这痛，太痛了。你要休息吗？可是他没有干嘛，他只是把你脚这样凹过来而已耶。这很像那个摔跤那种十字固定的那类。你回去会不会揍他？没有，我下次就揍他。你是在装，人家刚刚干嘛又没有给你干嘛？会不会有人痛到吐之类的？不会，没有，从来没有发生过。你想怎样？你手这样是怎么样？自己发明的特意的姿势。那他只是没有怎样，他只是这样在凹你的脚脚而已。他只是这样凹你的膝盖，膝盖又没有感觉。哦，这样笑会不会让你岔气？边痛边笑就岔气。不会不会，其实我没有非常的用力。我看得出来，你看人家都没有用力了，你是在装啊。感觉他就只是把你脚弄个姿势那样而已，摆个 pose。你现在是不是在装？讲话、啊。等一下你就被揍了。哎、欸，现在怎么弄？他都已经无法反驳了。讲、啊、话啊。怎样？来牵手。手啊！你是在装，人家都只是这样一般把你脚弄起来而已。啊哥！你是要把人家床弄翻是不是啊？腰不但好了，压力也没了。对，压力也没了。对啊，不要再惊了啦，你就叫吧，没有关系的。会不会叫太大声？附近以为这里怎么了？不会不会，因为这里时常有人叫。对啊，我就想说那个附近，我想说这里为什么时常都有一些奇怪的那种叫声？以为这里怎么了？没有习惯了，大家都习惯了。嘎，我们来录个感想感言。他现在只想揍你。你现在表情安详哎、欸。我看进入了。哇，那个嘴开得跟鲶鱼真的是没用。你是平常压力很大，你就叫吧。全部一起提出，有人这样吗？应该不会吧，好像没看过哎、欸。就那种痛到就是眼泪、鼻水、口水就一起提出那种。你可以成为第一个。我觉得应该是会，这感觉就是很可怕。可以的。
眼泪鼻水。